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钻石口袋，我是蔡札。我今天要来排这一盒玩意儿，这是日本的粉丝寄给我的，好像是拿来玩猫咪的东西。不可思议精，运动不足消解消，好可爱啊！很会喜欢这种东西吗？然后还有两颗球。这东西好像没办法玩十倍，里面应该就是一颗马达这样子而已。开启，然后把它丢进这个里面。开关，你看，开关，快看。完蛋了，来了哦，上吧，猫咪。猫呢？太好了，快去追。对啊，它躺在那边看。它动得好慢哦。它会绕圈圈。下去，快点下去，冲啊！就这样。这个东西根本就没有引起它的兴趣啊。有一只猫。反过来好了，这样子，就这样吧，去吧，欧拉，超没感觉的，光你看他在怕老鼠，他为什么害怕？啊，他根本就没有心，他怕呢。接受这个啊，他想把它踹开，我不想接受他。啊，我都死掉了，阿帕会做什么反应？打哈欠的，烂透了。他觉得很无聊。这老鼠抢占了你的位置，哎，你难道不想要扒他吗？揍他，扁他。如果是干净的老鼠呢？干净的，没有球就关着。没反应，你看它撸你的毛，你说，很凶哎，这只只小老鼠，你在凶什么哈？放它来，为什么？它原地转圈圈，冲啊！哎，不行，它只会转圈，还是放球。欧里还没有看过它了，来。欧里来，好了，欧里也害怕老鼠。天哪，你养的家猫都被你宠坏了，超没反应，真的没反应。为什么它现在变成这样子？我不知道。怎么了？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玩，就是看一只老鼠在里面被旋转的样子。这就变成我在玩这只了，我比那些猫咪对这个有兴趣。我被这颗球逗了，怎么办？你好可笑。Fuck you！ 啊，如果你喜欢这影片，记得按喜欢。想继续看，可以订阅鱼竿哦。想继续看可以逗猫咪的玩具，可以订阅鱼竿，可以按个订阅。可以订阅鱼竿。我要来卖，最近要来卖这些猫咪。好啦，拜拜。